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L 这一条直线哈过这两点了，那么问哈这一条直线的 x 截距多少？我们用两点式哈把那一条直线给找出来，我就 y 啊哈减掉一好了，它会等于斜率，斜率就是这个减这个四减一是三嘛，它除以这个减这个三减负三是六，然后 x 哈。加三 x 减负三就是加三了。好，那要求 x 截距的话，就是令 y 等于零了。哦，令 y 等于零的话，就可以求出 x 截距来，这是二分之一嘛。哦，所以就得到哈、哦、，x 加三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负二了。也就是说哈、哦、，x 截距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负五了。所以答案是负五。所以这一题的话哈、哦，应该选多少呢？应该选五了。